芋头，芋头，炒蛋。那它是多少岁？九几年就开始做，就是演员，小子演员，然后到了那边生活，感觉挺怪怪的。那其实韩国戏很多这种东西，就是。韩国这么小的国家里面，你知道见人太多了，相对来说。我赢你。OK 啊，冇问题。我哋有个 channel， 顺便都系啊，自己成自己 share 俾啲朋友嘅 channel。系啊，净系日本嘢啫，我哋净系。我哋個 channel 叫做 Food Warrior， 係。哦，我一陣間睇下先。係啊，咁我哋間鋪頭就叫做 Sake Warrior。哦，誒一樣，只不過係 Food 同埋 Sake。冇錯。我就咁喺 YouTube search OK 啦。OK 噶啦。好啦。嗯。試落去。呢個係白蘭酒露，中文四站食。这个你放糖真好，真甜，真甜，太好了。是他那个店就是只卖烧肉鱼，这啥？海带，带子，带子。师傅一片炭烧过。啊，一片麻辣烧。嗯。哇。浓到不浓吗？不浓，是我理解错了是吧？应该。要忘记了。你是不是要写的那个这个还是挺牛逼的？上面放了一点海胆，那个很牛逼。而且它有差那个温度。对。未来的生肉，蓝色嗰啲一粒，跟住就系特别纯米啦。啊。呢个甜咯，四个包围就四个。炆耐啲啊，嗰啲咁樣嘅感覺㗎。要啊。要煮幾耐定係要撥撒一場？睇情況。嗯。睇個大細。係。呢條咧？呢個都成粒鐘啊，都阿摩成粒鐘，煮成粒鐘。哇！真係幸福啊！呢個咧，葉師傅同阿摩之外咧，其實真係咧，揾支棍嚟打佢嘅。揾咩棍？揾支棍。呢排都睇唔少，呢排都睇唔少運動。我知我咧用完我就收埋噶啦。謝師傅。深海飯酒魚。平時咧喺外邊食嗰啲咧八爪魚好落片嘅，就係攞兩大張牌食嘅。另外咧都要咁樣切片啦，或者切牛。飲多幾杯酒飛，先至夠放膽去飛。天多，係，所有壽司就咁食。
方主脂肪脂肪主主角的主哦即是真的脂肪的主角的上面那個是什麼來的師傅上面那個是蝦膏即是在上膏就有白蝦嗯兩種我拖了蝦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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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瘦中肥春蝦三吃春蝦三吃我很喜歡蝦膏蝦膏因為有些我自己比較怪鏡我都中意，老天啊嗰啲都魚鰭嚟嘅呢啲。如果因為老天，我覺得又唔係好肥美啦，咁啊有啲魚味又重啦咁樣。因為蛇鋒我中意，因為佢有時有啲筋，咁我就越咬越有味啊。都係。唔好意思，老人家係咁樣，所以後生大家係中意食肥啦。有啲筋好食啲嘅。如果我年輕多五六歲，梗係越肥好啦，冇搞咁嘅嘢係咪？所以和牛現在都沒有什麼都不要給我了 A4 啊可能是是的 A34 我就 OK 了哇其實這個就今晚沒有去打手可能是手可能没来得及花我的时间我还跟英德的人比较傻是吧他對生殖器官很興奮special 這個有沒有什麼特定的名稱師傅個廠是叫軟壽双重享受啊！